状况。啊，没有啦，他就是带小孩上课啊，他过得很自在啊。所以他现在都会接电话，会跟我聊天啊，聊日常。刘真过世四年，胡寡普形容动向。你有想过要找飞哥？飞哥不是我要找啊，如果他还想找回这个舞台，他就会来啊。就像我打电话给新龙，我会打给新龙啊。我这次来不及，你可以来参考我们这个秀。我说下次有机会办除夕或跨年、过年的时候，我希望你能来参与。他说他会仔细考虑，说我会联络啊。新龙的状况啊，没有啦，他就是带小孩上课啊，他过得很自在啊。所以他现在都会接电话，会跟我聊天嘛，聊日常。还会传以前我们过去表演的影片给我看，那我就知道他对这份工作还是有热情，只是怎么样让他出场，怎么让他这个去面对这个，因为小孩也慢慢要大，我觉得有点可惜啦。他的才艺这么出众，这状况还好吗？这个我没问啊，如果他有什么问题，你有开口吗？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